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沉迷电影大丹娜。今天讲一个少年被蜻蜓咬了一口，化身蜻蜓侠，还被请到超人学校的故事。我们的男主角阿伦是一名其貌不扬的大学生，9年前父母不幸遇难，他从那之后就住在大伯家。那天学校组织到生物园参观，阿伦竟由此改变了命运。参观没开始多久，阿伦不小心跌了个狗吃屎，真是倒霉的人，走到哪里都倒霉。为了尽快清除掉衣服上的脏东西，他随手抓了一瓶喷雾，不料到这是给动物催情的药水。阿伦一顿神操作，搞得自己成了动物万人迷，就连蜗牛都控制不住了。也正是因为这个药水，阿伦被生物园里的最强变种蜻蜓看上，这是一种转基因蜻蜓，外壳坚硬，力大无比。阿伦被咬之后昏昏沉沉地回了家，接下来就是大睡5天。等他醒来之后，发现脖子上的大包不见了，浑身轻松，没有一丝异常。他回到学校，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手指长出了触须，上面还有倒刺，这让他能牢牢地拔住任何物品。阿伦很不适应，他的手好像自带强力胶水。因为慌张，他把校情搞得一团乱。逃出学校之后，阿伦冲到马路上，碰巧遇见大货车刹车失灵，马上就要撞上老奶奶了。阿伦也不知从何鼓起的勇气，冲到大货车前面，把老奶奶推了出去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脆弱的身体居然成功挡住了大货车，周围的吃瓜群众一下围了上来，开始鼓掌。大家丝毫没有注意到老奶奶被撞到了垃圾回收车里。阿伦赶紧离开那里，他发现自己似乎不一样了，有了惊人的超能力，飞檐走壁，力大无穷，全都不是问题。但他也不是全能的，作为超级英雄，阿伦居然不会飞，这让他非常困扰。正在阿伦不知如何处理超能力的时候，城市的另一边，一位公司大老板得了绝症。为了延长寿命，他命科学家发明一架万能治疗仪，但是治疗仪还没等临床测试，大老板就迫不及待地使用了，结果导致大老板变成了怪物，靠吸食他人生命才能生存。科学家研究后发现，大老板吸食一个人就有1天的寿命。大老板用沙漏记录剩余时间，还为自己取名沙漏侠。但他干的可不是行侠仗义的事，而是让科学家再制造一架机器，功能是吸光城市所有人的生命，到时候他就可以永生了。在他谋划阴谋的这段时间，阿伦作为蜻蜓侠的成长之路也渐渐清晰起来。那天，一位光头校长找到阿伦，说超人学校需要他这种优秀的学生。阿伦就跟着去学校参观了一圈，这里果然是藏龙卧虎，有橡皮男、金刚狼、野生女。阿伦看完学校的实力，很是心动，但光头校长本人太不靠谱了。阿伦询问怎样能解决不会飞的问题，就回了家。超人学校给的建议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想飞，阿伦首先得有一身行头。阿伦回家忙活了一宿，终于设计好了蜻蜓侠的战甲。从那之后，他虽然不会飞，也积极地开始四处做好事，逐渐积攒起了蜻蜓侠的名声，顺便还学蜘蛛侠撩了一把妹。虽然那差点失败，但还是得到了香吻一枚。沙漏侠那边听到消息之后，生怕蜻蜓侠会破坏他的永生计划，他直接冲到帝国大厦，不分青红皂白地爆炸了一番，为的就是震慑蜻蜓侠，让他不要不自量力。而他的这次攻击也恰好发现了蜻蜓侠的致命缺点，那就是对方不会飞。这之后，沙漏侠还潜入阿伦的家里，杀害了波木。阿伦从此一蹶不振，最亲近的人都保护不了了。幸亏伯父和好友及时出现，鼓励阿伦振作起来。眼看着沙漏侠就要毁灭城市了，只有阿伦才能阻止他。听到这话，当天晚上，阿伦来到一个慈善晚宴，他发现了乔装打扮的沙漏侠，两人随即展开对决。没想到沙漏侠扔出炸弹，从会场屋顶逃走了。这其中，妹子为了保护阿伦还受了伤。阿伦看到这一幕，他被激起了无穷的斗志。你得支棱起来呀！抱着妹子来到了天台，却发现沙漏侠已经启动了机器。在最后关头，阿伦把炸弹粘在身上，想和沙漏侠同归于尽。幸运的是，因为阿伦皮肤刀枪不入，所以爆炸没有伤及他分毫，他还长出了蜻蜓翅膀，带着妹子在天际遨游。故事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。这部电影恶搞无厘头的地方特别多，小伙伴们能数出这里面总共恶搞了多少超级英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